小姨夫，别激动啊！你看这肇事者都已经抓着了，是吧？咱坐下聊一聊，是公了呢，还是私了？好，好吧。你给我坐过去。哎，别激动。公了私了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要是公了的话，你陪着我到我们公司，你去交上那3000块钱。那私了呢？私了，我陪着你到我们公司，你去交上那3000块钱。不一样吗、啊、你反正得交3000块钱。我上哪整3000块钱去啊？我那500块钱还不知道上哪整去呢。小姨夫爷爷，要不真的吧，我车里边啊有套煎饼果子，你吃喽，咱俩两顶行不？你别跟我说没用的。王小倩，你注意点你的态度行不行？什么煎饼果子呀，我真没钱呢。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怪你，你知道不？你说你挺大一小伙子，骑车毛毛愣愣的就往人骑着后屁股后屁股上怼。谁毛毛愣愣的了啊？我都老稳当了，雨下那么大，视线就不好。那路口啊，我都走800来回了，那儿不让停车。今天可都好，停个车还黑色的，那不违停吗？小姨夫爷爷，那车是你停的不？我停的怎么了？你违章了。谁违章了？啊？我这有证据。交警给你贴的罚单，我是从你车上撕下来的，我想回头联系车主用，刚才忙活忙活给忘了。小姨夫爷爷，你违章了，你全责，你还得赔我电动车呢。你好了，你让我看看什么玩意儿。你看什么违？哎呀，哎，小姨夫，你这你可过分了啊！我饿了。你饿了，你不能吃我呀！你饿了。不是，你让我看一眼。我没看清什么玩意儿，我看看你。哎，小姨夫，你饿那玩意儿吃完不消化。来吧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坐这唠唠吧，来，坐这唠唠，坐这唠唠。唠唠行，唠唠吧。站在那边，这边是被告啊。对，你别激动啊，唠唠。说吧，我真咋赔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瞅你刚才那出。你看，我吧。本来公司要罚我3000，我再赔你车500，交警还罚几百，你说加起来我4000块钱上哪儿找去啊？你爱上哪整上哪整，我不管。你帮我劝劝他，我接个电话。你俩这事儿闹的，哎呀。喂，啊，经理啊，看着挪什么车呀？交警都贴罚单了，回去我去处理吧。啥门？什么？不要了，钱不要了，他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钱不要了，快坐下，都坐下，我从头给你们说，快点的，知道吗？今天不是发大水吗？啊，大水把我们公司门口的井盖给冲跑了，啊，那个井就裸露在外，咕嘟咕嘟的，我瞎么胡吃的把车停到井上了，现在人家这个。环卫工人要去通井，让我挪车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因为我的车在井上，多少人没掉下去，我救了多少人的命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小姨夫，那你这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？我们经理说了，3000不罚我，还奖励给我3000呢。小倩，你那3000我不要了，你那500我给你。哎呦，我到公司去领奖金。小姨爷爷。我的钱我也不要了啊！为什么呀？你良心发现了？不是，你看是这回事不啊？你要不瞎么胡吃的，把那车停在井盖上，我是不是掉里了？小姨夫，他瞎么胡吃这件有可能啊？你瞎么胡吃，你救了我一条命啊！哎呦，小姨夫，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我没跪。哎呀！太好了小倩啊，你能跟小姨夫爷爷说这番话，我很欣慰，所以说我要发表一下感想。生活有时不易，但是总是出其不意。你们俩瞪着无知的大眼睛瞅着我有什么意义？我去取钱了，走反了，没拍上。
姑，我小姨夫爷爷说的真对，生活有时不易，但总会出其不意，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最有益。对，哎，倩儿，你干啥去？把车修好，工作去。加油！哎，哪有钱呢？